次，出厂序号3号。台东县台东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为我们演出的是《弹指间的记忆》，请掌声欢迎。
接下来我们的颁奖活动即将开始，那我们首先邀请今天的颁奖人徐子翰徐老师。好，我们欢迎徐老师上台为我们颁发今天的奖状。那请得奖的队伍，首先云林县的私立文生高级中学的同学请上台，请上台，谢谢。接下来第二个队伍，台东高级商业职业学校，麻烦请您在右手边的舞台区等候。好，麻烦文生高中的同学请上台。现在就邀请徐子翰老师为我们颁发编号二号，云林县私立文生高级中学，比赛的剧目是都对也都错，荣获优等。好，恭喜得奖的同学，也谢谢徐老师我们颁发奖状。好，谢谢，再次掌声恭喜获奖的同学，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演出，也谢谢徐老师。接下来邀请编号三号台东商业职业学校请上台。那麻烦花莲县私立海星高级中学的同学请在舞台的右手边准备。再邀请徐子翰老师为我们颁发编号三号国立台东高级商业职业学校，演出的剧目是《弹指间的记忆》，荣获优特优。恭喜台东高商，也请徐老师为我们颁发奖状。好，再次掌声恭喜获奖的队伍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再次掌声恭喜台东高商，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，也谢谢老师为我们颁发奖状跟奖杯。恭喜恭喜得奖团队。接下来邀请编号五号花莲私立海星高级中学请上台。